大家好，我是清欢。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威海的摩天岭风景区，那今天呢，和清欢一起去摩天岭的水晶洞看看吧。摩天岭水晶洞位于盛产天然水晶的摩天岭的主峰内，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晶溶洞，全长呢有100多米，最宽的地方有20多米，是上个世纪50年代被人发现之后，将其打造成一个模拟东海龙宫的模样。走进地下水晶宫，不仅感叹大自然的神奇，这里呢不仅有整块的巨大水晶，晶莹璀璨，荧光闪烁，还有高耸挺拔的水晶柱和水晶石。水晶石在彩色灯光的映衬下，变得五彩斑斓，熠熠生辉，如梦似幻，可谓是步步胜景，处处一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我是喜欢旅行、热爱摄影的清欢，感谢您的关注、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